非常的好看，有感觉。这个封面的背景图是在杭州，我太困了。在杭州当时拍的那个灯光，就是记得吗？就是去巡演的时候。我不想吃，我等一下再吃。没有睡着啊。然后那个光有一朵花，对，然后加进去的。累了。哦，我的手上都是那种洗洁精的味道。真不错。对的。晚上好。对呀，没化妆。嗯，哒哒哒哒哒。志愿者的感觉就是真的很蓝呢，那么蓝。对，还有脸。我们激光盘了。打不开这个可乐。我们激光盘了，是。那肯定了。哦。被我炒饭凉了都。只是我这个人精力比较差，做这些事情没有办法。做完之后会觉得太累了。颠勺，我只是看起来很厉害，我一点都没颠起来。谢谢七个龙洞墙送你的，哎，但是这个饭还挺好吃的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对的，以后多素颜吃。真的假的？你们不会觉得很平淡吗？我的样子。谢谢七个龙洞墙送我的夜蝶，谢谢。但是我也不能经常化妆了，脸会烂掉。舒服的感觉，是因为我这个发型吧，有一种狂野中带着不羁，却又有一丝温婉的感觉，给自己取名的。确定？可以啊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经常就是可以有空都可以开。哎，突然光就没了。还是把这个网页打开比较好。这个经常会喝很多很多。像顶了个毽子，哎，你有没有觉得像那个叫什么来着？佟湘玉那个白展堂，白展堂的发型啊。嗯，可乐，快看我和可乐的合照。现在吃土豆泥。有一种千禧年代的感觉啊！这土豆泥真的就是郭芙蓉的味道，但是可以再重一点味道，因为我没有做过这么大一盘的土豆。对，就好像我们不知道要放多少，就全凭感觉。爱存在这美丽新世界，我喜欢自信的感觉。啊，对，又卡了。今天就是非常的，我就知道会卡。对，在下面的网其实也很差。对的，这个饭已经冷了，这个还是热的。等一下，我要把这个热一下再吃。晚一点，我现在不饿。直播王者，嗯，应该不会。哒哒哒，累不累？我觉得比做音乐累多了。果然人是有自己擅长的事情和不擅长的事情的。对。那我们就是剧场的哥哥都会砍鸡了。
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不会累，我觉得是这样的。对的，做饭很简单，只是随便一说其实是挺难的。我觉得是要有心力吧，有心力去做，有耐心去做这个事情。反正我是没有的。哎，这个光好还是这个光好？这光也挺好的。大部分都就是其实还是有，但是一般都是丢掉了。我平时擦个嘴吧。因为其实我觉得鸡皮吃多了不好，对，就让自己看起来没有那么憔悴。对，非常有。哪个痣很明显？对的，我们房间就是有点幽暗，这个灯光。火腿肠，这个是我最近的喜欢的唇色，就是这个，它有一点玫红色。真的蛮好看的吗？截个图吧，这种氛围感。好像一个疯子。这是我今天刚学到的发型，我就扎了一下。蜘蛛，谢谢谢谢 Jackie 帮我送夜蝶。酷炫，真的像大侠。已经调侃我的发型调侃了很久了。直播了其实挺久的，虽然就是说就是来来回回去去来来这样子，一直卡。而且我也不知道，就是说志愿者一定要直播，所以我也不是故意的，再加上网不好。我不知道啊，这是规定吗？原来如此。为啥就是？真的吗？哦、oh, ，好吧。在专注做菜，我就不知道手机在直，就是在那个有没有网络这件事情。不开灯好看。就是我没有办法。它这个不是灯，是电脑，电脑的这个网页。的时候我都没讲话，因为我怕我看。谁发了我的草莓？草莓牛发在哪？太久远了。哦，那还好，其实，在锅边没不烫。微博，嗯，很沉浸，真假的，我等下去看一下。谢谢 Kiki 小奶壶送我的夜点，谢谢 Kiki 小奶壶，谢谢，他好爱我，我也很爱他哦。怎么会发草莓牛奶了？我会有点羞涩的。在数小羊，太总我和袁一奇都有一种那个自己最开始的歌有一点 PTSD， 就是会觉得很羞涩，如果提到的话。对，也是没有想到阿有笑好的感觉，就是说笑了个劲。哦，那就是现在不太想吃，太累了。最主要是这两天连着也有事情做。嗯，好哟。过完。成都巡演的时候没去成，太久远的记忆了。对。谢谢 Barry Markham 送我的夜蝶，谢谢。谢谢。我不想吃啊！不要逼我吃，我不想吃。晚点再吃不行吗？主要是我刚刚干完活，然后我不想吃，不吃东西。你想吃吧，是你们想吃吧。因为这周是晚上，下周可能是中午。
我一直记得这件事情，因为如果要开的话要还要跟楼下的房东去沟通，说什么事情就不如想开的，就是要麻烦别人。哎，他没有，他可以叫他过来给过来吃。等下可以叫他过来吃。美甲还好，还挺正常的。叫他过来吃啊，这还有一大盘呢。我喜欢吃这个香菇。在我关键时间点的时候，我正在打，突然间给我打电话，我说：“嗯哼，我真的生气了。”我真的生气。香菇真好吃，谁懂？非常生气。有一种封喉的感觉。你不喜欢香菇和木耳，为什么？我说那不这样吧，今天晚上。Why？ 今天晚上跟你视频电话。对。真的，我当时正在就是冲到了最前，已经就是在后面，然后会是。哎，我昨天晚上拿了 MVP。对。好，我慢点。拿了两次 MVP。确实是有点辣了。不要拒绝木耳，木耳很香的呀。嗯，那为什么他刚刚没有，他刚卡了。对，现在好了吗？我现在给自己规定，一天只玩五盘，就放下。但说实话，我不是很希望，就是。我想直播的时候，我自然会给大家直播。不希望大家就是用那种很强求的口吻去要求直播，说什么我是唯一电语志愿者不开直播，我还挺伤心的呢。又不是我。我又不是说我完全不播，我要播的时候我会播的。而且其实我觉得我平常做的事情挺多的。所以我感觉我今天就心情不太好。谢谢我喜弟喜送我的夜蝶，谢谢，谢谢。对呀，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，这个又不是那个规定说一定要这样。而且我觉得就把自己要做的事情做好就行了。我能理解大家想看到我做事情或者做志愿者的心情，但是我觉得这样对我说话我不是很喜欢。对，你们能理解我的想法就好。对，还有一个人就一直在那送人口，就是一直死，然后把
而且下面的网真的很卡，我刚开了好几次，然后它都卡在了那个加载中的那个界面上。而且我刚刚没化妆，我又觉得我洗碗就觉得不太好看。谢谢188AAA 送我的夜蝶，谢谢。我洗了很多大碗。谢谢小羊肉串送我的夜蝶，谢谢。动静蛮大，是有一点，因为他那个洗碗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洗那个碗，他那个水就很容易飙在我脸上，我脸被那个水飙了好几次，因为那个碗实在太，那个盆实在太大了，就咚了一下。嗯。好哟。水开太大了也有可能，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回力。谢谢阿寒不吃鱼送我的夜蝶，谢谢。买。嗯，我等一下就好了，不用管我了。放个歌吧。谢谢一万熊仔饼送我的夜点，谢谢，谢谢。嘴唇好水，因为我涂了口红。哎，我跟你们讲完之后，我好多了，总觉得，因为我刚打开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心情不太好。好，谢谢超菜送我的皇冠，谢谢。你好久没给我送礼物了，你最近过得怎么样？我已经说完了，我就是觉得不要管我。不是说你可以管我，但是你得哄着我管我，也不能逼着我。谢谢考拉自闭送我的夜蝶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就是合理的意见我是会接受的，就可以说哎什么什么好想看你直播呀或者什么的，但是不要用那种嘲讽的口吻好吗？对呀、啊，咬死他了！谢谢 Barry Markham 送我的皇冠，你的名字是不是这么读啊 ？Markham， 谢谢。发现大家的名字一个比一个高级，是啊，那我读对了。一边改作一边看直播，老师真伟大，鼓掌。你是新来的吗？你不会哄，要不我学学去吧。那我们来假设一个场景，就比如说你很久没看到我，你会怎么说？
依依伯伯，求你直播，求你，一般呢，50分吧，不能把那个想法讲得这么明显，好想你呀、啊，80分，没有你可怎么活呀，90分吧，祝你早安、午安、晚安，想看美女，还行。70分，好久没看到你漂亮的脸蛋了。80分，看不到你直播我吃不下。提到直播这个字，就只能50分了，因为意图太明显。满分答案，我也不知道其实。委婉，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，你这个坏女人啊。原来你们跟我说这些的意思就是想让我，我明白了，原来这样。那也不是，那你们也是好难哦，只是在玩。不能单纯想，我觉得单纯的想我就可以了，我挺喜欢听别人说想我的。最近过怎么样？哎，还可以，还行。今晚在这个直播间就说是，谢谢 Jackie Van 送我的夜蝶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，好难对吧？好难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你这句话就很讨厌了。你是在怀疑我的智商记不记得你吗？还是你怀疑你在我心里的分量？那我会觉得在说什么？我还记得你吗？谢谢往来不见送我的夜蝶，谢谢谢谢。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复杂的。也就是说也就是比较难搞。你肯定不记得我，我也很讨厌这样说话的。什么叫我肯定不记得你？什么叫竟然敢？这发型很漂亮，真的吗？看来这个辣妹发型还可以。不会说话就是统一说想我就行了。哎，我而且就是还会有人店员说，你肯定忘记我了吧？我也会伤心的。要是我不想哄他们，我就会，我还想说，对，我就是忘了。但是我一般都说不会，但我还是想说，不要跟我说这样的话。但是真的忘，哎，真的忘了，那是我的问题。谢谢，听说名字太长会有小朋友跟着念，送我的夜蝶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不喜欢的可多了，想想啊、上来就自报姓名就好了。不喜欢问我猜猜我是谁，对，不喜欢。你怎么还不直播？来，看到这句话我就要来气了。你可能是负100分。我是工人吗？我活该直播是不是？你怎么还不直播？我会这样子想象你的口吻，这样对我说话。对的，笑死，笑死。对对，真的是纯文字弊端，就是有的时候大家给我的留言可能没有那样的口吻，可是在我的想象中它就已经变成那样，我就会觉得很难过。万一是委屈声音，那你要这样，那你但是还是挺讨厌的。怎么还不直播呢？姑姑这样子吗？也蛮讨厌的。
就说好想你啊就好了。期待见面，女人好难搞，对，我真的很难搞。好想你是可以的，这样看了半天，好容易满足，你是说我吗？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，好想你就已经可以了。好想你早真的很好吃，顺便拓展一下这个问题。好想你，但是没有钱去电影院啊，哈哈哈。这是让我怎么呢？我在那个开那个街头见面会行吗？嗯，这种人吧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但是我也能理解了，就是他只是乐于分享他的生活给我，讲了实话。真的呀，他小伙就这种性格，每次见我什么。电影院门票贵贵死了，真的是不想来，就这样。哦，然后他又来，怪不得很久没见到他了。真的呀，对的，所以希望就是之后能够便宜一点。不敢来的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记得我见过你啊，我为啥不敢来？我也不敢。哎，我看到他修的冤的图了，他终于努力了，我太感动了。很漂亮，他还修了那个之前那个什么关不掉的，对吧？可能是真的太无聊了。对。哎，过两天那个抖音可以看那个 NONO 的演唱会了，我很期待，感觉好高级那个。我预约了一下，我感觉好像很多明星开始办那个线上的演唱会了，我还都挺好看。你们有没有看 Coachella 的风真的很漂亮。我昨天啊，我昨天还看了一下 Doja， 因为他们问我有没有看 Doja， 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 Doja Cat。太性感了，谁的 BB， 我必须现场给你们看一下 BB 真的很过分，我要去 B 站找一下 BB 了。都假真的很美呀，跳舞很好，谁的我怎么搜啊， BB 现场。是这个吗？我会受伤。我看一下啊。搜不到 Weekend， 好难搜啊！哎，他怎么把衣服脱了？不知道，我也没有拍到他。这首歌也很好听。
快看看看看看。保安吓死了，真的很酷哎！我也想当那种，就是以后就是在很久之后，然后也可以去参加那种粉丝婚礼，然后给他们献唱的那种，我会很开心的。对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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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不是，想多了，就是感觉遇到的一些大家都是我生命中很珍贵的人，我会觉得就是以后也想看到他们很好生活的样子，也很期待。对，谁在干什么？嗯，让我看一下他的现场，真的太酷了，你们懂吗？谢谢鸵鸟不会飞送我的夜蝶，谢谢谢谢谢谢鸵鸟。当然也是要等我就是过很久之后，我可以给大家现唱，还可以给大家包红包，自己想的很好。吃大水太久了，我明天来不了，至少得过好几年吧。没关系了，如果我那个穷的包不出红包了，那我就只能献才艺了，献才艺唱。哎，那像哎，我都想好了，我的歌有一些很适合婚礼上唱。Increases my patience, the love of treasure. 对的，我在那里唱 If you're never gonna try， 送给大家。公鸡叫就是有点过分了，草莓牛奶也是可以的，想到就很开心。就是我也有喜欢我的粉丝，然后她本来是一个小女孩嘛，我感觉很久都没有见到她了，然后后来她告诉我她当了妈妈什么的，但是她的脸在我看来还是一个小孩子的脸，你懂吗？这也太性感了吧。她就是她的脸还是一个小孩子，一个娃娃脸，然后又很爱我的那种，然后就知道她已经好久没见到他，他就跟我讲他已经把孩子都生完了，我就会觉得很惊讶。对，但是我也很为他开心啊。我怎么可能唱 killer 呢？我可能会被保安赶走吧？有没有想过我的？有没有在我的角度想？我说娃娃脸有什么性感？我是说我粉丝是娃娃脸，但是我说他现在的 BB 跳舞性感。不好意思，我有点分神，怎么变成娃娃脸性感？嗯，真的好漂亮，谁懂？你们搜 BB 的现场魅力演唱，感叹号，全场嗨起来，感叹号，好像是2021年一个 LA 的。他好会给自己设计东西。我以后也要当这么厉害的人，扎这样的头发在现场，然后风很大，然后我就提个包在那里唱。
然后你们都是我的观，你们都是我的观众，你们在下面这样超开心，一起亲粉丝，为什么一定要加上这个步骤？笑死！我可以给你们送爽玉卓的签名手提袋，我要当很厉害的人。真的，但是现在音乐节真的很少，感觉都是在国外比较多，就很酷。想的可真美呢，抱小孩来可以，可以可以。哇，他在往下面撒什么？他包里面有什么东西？然后他在往里面撒，不知道在撒什么，感觉我们跟我们公演似的，给你们看一下。健康，对的，个性。我初哥想找他，朱哥找他 fit， 我当然想啊。看我的造化吧，我努力。我觉得我以后也想成为这样子，很有自己感觉，然后在舞台上可以做自己的人，做 super star。金宵大厦二没有了，但是我就是女王，真心帮帮忙。真的蛮想在音乐节看到，真的吗？我以后看音乐节，你们一定要来哦。已经开始在贷款了，一定要来哦。对，不管是什么时候，只要我能开了，我就会通知你们。你去国外我都去，真的假的？好想去国外。80了，推着轮椅来是吗？这个头发真的好看，哦，找到一个新发型了耶！你到时候还能还，那确实，你现在还是个小孩子，你那个时候肯定能还。好可爱啊！豆渣也很不错，给大家推荐一下。好穿啊，大家都可以看一下，还挺漂亮的。刚打了个嗝。Kiss me more。怎么还有主持人？没看到过这一幕。给大家看一下辣妹，我的舞台不会，我的口袋 40 也不会被禁播吧？哇哦，这种感觉真的很酷，就是有那个烟，中间有烟在吹，然后有圣光打在那，然后一群女的围绕在这里，很漂亮，女 dancer， 好大哦，在这个地方。这你去看我这样拍，没有那种感觉。
穿太少了，你们自己去搜吧。啊，穿太少。确实，跳舞好优秀。但是我觉得你们可能更接受 BB 那种，因为他这个会豪放很多。刚才台风了。我应该找的是4月18号的。你是欧美圈的，真假的？太能接受了，真的假的？看来我们还是比较无障碍沟通的。你们尺度很大，你们自己去看嘛。他跳舞好。唱了一个小时，造，他真的是王牌，我觉得。Life 真的蛮考验体力，对吧？你们有没有看 Kanye West 的之前那个发布会？他那个好漂亮，他的场景。为什么这些人眼睛发光啊？好酷！哦，带了东西。我的眼睛在发光。嗯，不看了，等一下我要慢慢欣赏。已经发我这场的什么？是急发我这场的什么？我干嘛了？发我的同款发型链接？哦 ，Coachella 的链接？这样能证明不是我本人了吧？真的不是我本人，他们皮下是两个可爱的女孩子，我要爆破他们。上次店员的时候，他们还来找我玩了，我觉得很可爱。对，凤凰传奇组合。特别迷，他们谢谢我，不用谢了，替我转告他们，他们很棒哦。哎，来嘞 ，Hello。他们有一个是比较活泼的那种，然后一个是比较内敛的那种，所以他们两个的速配程度非常之高，所以一起在一起做事感觉就很厉害。很厉害，行动力都比我好多了。是不是在床底？消失，消失！真假的抽油烟机，我看到之前他们把麦给扒出来了，我真的没想到我们中心的麦还挺价值不菲的，还挺昂贵，是吧？真的还有噪音。我再播5分钟就关了呀，快乐的时间总是这么短暂。有没有觉得我现在看起来衣服就很贫穷？衣服好，我等一下就去吃东西，很朴素，喜欢朴素的我吗？早就冷了。等下去发个小红书，我不是昨天那个微博没发吗？
我要发八条那样的视频，你们知道吧？就是要带那个什么新奇15S， 对的。这是新浪爸爸给我的 KPI， 我会努力吧。已经三条了，好吗？可能大家会也会比较辛苦，就是感觉出来了一些 KPI， 对吧？看出来了吗？我平常不是这样的。我会在努力。我不是，我不想抢的。这个 KPI 有时间要在2个月之内发表。奶瓶评论完，他昨天积极的像一个，我以为他玩了大冒险的人。谢谢守护星海的星辰，终止摆烂版送我的夜点，谢谢星辰 ，Hello 星辰。他总是受礼物不说话，对，我把大冒险打成打毛线了，有那么一丝丝的尴尬吧，但是我相信大家都是能理解我在说什么事情的，你们能理解吧？不被开吗？都快舒服。对。是最后关头来，你那边是几点钟？什么是最后关头？就是说我直播的时间是最后关头。你们是不是在打毛线？真的是河南话，真心话还是打毛线？真心话还是打毛线？笑得我脸都红，还好吗？笑死！谢谢米莎尖尖尖的小礼物啊，米莎，我现在没见到你在想哭，有没有看到唱 goodbye 的我？有没有想起自己当下班？加油！什么10点才下班呢？我还在上班，我还有2分钟就下班了。真的，米莎就是我唱 goodbye 的时候经常在下面陪伴我的一个重要的同学。在公演的时候，我也没有故意在说河南话的意思，不标准就骂我吧。谢谢社恐小新输液版送我的夜里，小新怎么了？怎么了呀？他都觉得歌很好听，谢谢。我就很开心 KTV， 我觉得我都能唱自己的歌，我还挺开心。我会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东西，会觉得像开了一个小型的音乐会，而且每次都可以唱自己的歌，真的很幸福。我觉得我现在有一些现场已经唱的比以前好多了。谢谢阿慧混混送我的夜里，谢谢阿慧，这也是一个我们顾拜班著名的同学。再看小新演唱会，我真的进步很大了吧？开心。好了，还好我就是把我的不开心跟你们说，不然我可能就是要苦着脸这样的直播的。直播从头到尾。叮叮叮，谢谢罗琛16罗晨送我的夜点，谢谢罗琛16，谢谢，就是一些小事儿，对，但是我有的时候就是会被梗住，是被垃圾是这样，有一点不太好吧。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能收现场音，但是他们没法收，其实现场音也还行，他可能那个他就是比较传出去的话就可能没有那么好听，就没那么活灵活现。谢谢风雨无怨喜欢着你送我的夜里，谢谢风雨无怨。好呀，我知道了，我都说了啦。
啊，你看你看，他又要我快吃饭吧。谢谢 Barry Markham 送我的夜蝶，谢谢谢谢谢谢 Barry Markham， 谢谢。好了，开玩笑了，笑死了，我热了我就吃了。他可能会，阿 K 可能会被吓到了。你可以说，别吃了，给我吃啊，可以呀、啊，好呀，给你。凉了，对，凉了。但我也不是那种针对谁的，我就是突然会觉得被这么说的不开心，但是呢我也不记仇，我也不会讨厌你这个人。我也不会觉得你好讨厌，我不想跟你说话，那也不会。对，可能都不记得是谁说的了，但是就是不要害怕。我看他急，好，阿 K 不发应该急于汤，行了吧？当急于当急于当急于汤啊 ！K 不发音，急于当是什么？口音很重。屏幕面前吃饭是不是？对，我会觉得我白吃。谁不吃味？你们这样，你们试一下，你们开直播的时候吃东西，你们试一下，你们就知道什么感觉。难以形容这个感觉。你们看直播谁？我看我看，就是有一点便秘。你觉得你行？我觉得每个人性格不一样。我喜欢看视频吃。对，不沉浸。对，而且我吃东西的时候喜欢发呆，就是不想 focus 任何东西，就是这样。这样，你懂我。我不是那种大胃王型。今天我们来吃这个。这样子，我会受不了的。偶尔我心情好的时候愿意这样子。特别想这样做的时候愿意这样子。谢谢敏暗只想睡觉的送我的夜蝶，快睡吧。我昨天打那个，我想到我打那个打游戏的时候被气哭了，我真的好生气，谁懂。真的好气！我昨天玩英雄联盟，跟不认识的人打，然后他们都死了。我好不容易一个人在塔下把那些兵打死了，然后不是不是，我守下来了，我把那些敌人都赶走了。我在家里面，我终于等他们复活了之后，然后他们就出去打大龙了，他们不守家，我又打兵。打的我眼泪流下来，那个兵把那个家打没了，谁懂？那个我旁边那个莫甘娜，他是个挂机的，他不是真人。然后他那个小兵冲过来，他就站在那个小兵的兵群里，谁懂？他在发呆，谁懂？他来这里干什么？然后我就在那里死打，我玩的是萨勒芬尼，我真的都打不完。然后他们还出去打大龙，然后我就气到流眼泪，我真的哭了，我就退游了，真的生气。
我也没有举报他，可能他像我们一样突然要去做核酸做抗原，不对那个点哎不知道，可能他有急事，但是我真的很生气，主要是我一个人一个人守的时候真的心情很差。真退游了，不愿在清兵线很重啊，这个真的很重啊，不是青铜是黄金啊。真他就在那个人群里动也不动，这是什么滋味儿啊，对的手游，我真的不播了，拜拜，给大家截个图我就走了。我真的不知道我会有一天被打游戏打气，谢谢守护星海的星辰终止百万版送来的夜雨，谢谢。但我第一次体验到那种情绪，我不知道可以这么气人，是我太小气了吗？是我性格不好吧？拜拜，拜拜。I'm not single, I'm just dating myself. No one knows me better, and it's better for me.